胡杏儿同胡定欣呢对好闺蜜呢日就一齐以鲜红色嘅打扮出席品牌活动。提到另一位好姊妹黄智文日前就做咗双料时候，两位都好戥对方开心啊。其实真的会很开心咯，即呢一年，我哋都不断即由佢嘅剧集啊出街啊，咁我哋都佢出街嗰时候已经觉得佢做得很好，咁就同埋佢等待呢一套剧都出街都一段时间，咁今日有呢一个成绩，咁其实真系冇白费嘅，所以佢个个都睇佢好开心咯，希望十二月嘅公司颁奖典礼佢再下一城啦。但是啱啱同屋企人去完马尔代夫旅行翻嚟嘅杏儿就有传又有咗喎，传啫，系角度嘅问题，但系都会努力嘅，有好消息一定会话俾大家知嘅。